以后你要是想吃蛋炒饭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越吃越香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由热倒入两个本科毕业的蛋，快速的将它炒散，然后放88粒葱花，把它的香味炒出来。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889道家常菜，还没得到您的小红心，这个视频就辛苦您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然后倒入米饭，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外婆菜，这个外婆菜是调好味道的，你们炒饭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调味料了。开大火快速的翻炒个两三分钟，加少许葱花和香菜，继续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蛋炒饭这样做越吃越香，一吃就停不下来，学会你也动手做起来吧。